解卦之后呢，叫三折损，损卦，啊、哦，三折卦，啊、哦，三折损。天下万物啊，等于解散的时候等于重缓，你放纵它，或者是很多东西缓它，缓着去做，万物的重缓呢，之后呢，必有损。就好像如果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我们不用严刑，不用重税，但如果放纵它，也会产生损害。哦，那损之道在哪里？哦，损的相，诸位看。山在上面，泽在下面。那泽里面这个山啊，本身不会长高，山就是那么高，沼泽在这里。那沼泽一直倾下，把下面腐蚀掉，沼泽就这样，就山就一起高起来。实际上山没有高，是下面损伤了，所以叫做损下益上为损。你把老百姓的东西拿走。去争议你自己，这是损。好，那三者损，下面卦是益卦，益卦呢变成损上益下，是争议，还有是吧？后面我待会介绍益卦，哦，损上。那损卦呢，真正的损是损下来益上。好，易经讲的很有道理。现在所有的当官的人都是损下益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求他们的本身的职务。我做这个官位，我很荣耀，以这个位置为荣。只要主我的主子给我这个位置，我帮他做，哪怕老百姓吃亏，以后再讲。光我们台北市盖个世界上最贵的捷运系统还不能用，损了老百姓的下面来一争议上面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去办还办不了他，你看看。好，损，这个都对人民百姓很重大的损失哈。人间道，这个第一个，他谈到损之道。这个圣人呢、啊，了解要损害百姓都没有关系，如果你方法得对，损害的百姓都是己哦。那你说怎么个损呢？损之道，必以啊至诚。好、哦，和正理，哦，那你即使损，不也不会招凶，一定是要站在这个立场，正诚而且合于正理。好、哦，现在就是嘴巴上他们说是至诚，懂不懂？可是做在心中不合理的，啊、哦，都是混蛋。好、哦，那圣人了解这个道理的，损在哪里？哦，损之道在什么？在损人欲。真正的君子之道，损呢，要损人欲。我们人有很多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但是你不要人欲望在伤害到别人，伤害到百姓，伤害到外民。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位置上，百姓有百姓的损，对家也有损。这个损之道不是在损别人，在损自己，懂不懂？你应该把你这个你的欲望、人欲方面。要损你的人欲，好、哦，使合理，使他呢合理而已，这是君子之损，好、哦，使他合理而已。易经的这篇题材在三者损题出来哈、哦，天下之害，天下的大害，无不由呢莫之甚也。什么叫做莫之甚呢？所有的天下的大害都是由在最末的时候才砍上来的。这句话怎么讲？过去诸位读过，我们中国有所谓九池肉林，有没有？九池肉林刚开始的时候，九池肉林不是啊，九池肉林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纣王也是本欲，刚开始是饮食嘛，可是他饮食欲望不能满足啊，他就不会损他的人欲啊，他就要越越的要让他变成九十肉林，
对不对？那你住的房子，房子很漂亮，刚开始住的房子一定不是普，一定是普通嘛。那住的不够了，你的欲望很强，在外面弄越弄越漂亮，越弄越漂亮。所以他是讲，开始的时候是在胜于末，末的时候才会看到。可是圣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警戒了。这句话对人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讲的一句话，你今天会受损啊，老师我好可怜哦，大家都在损害我，你今天会受损，人家说观念哦。我们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就讲了一句话，一碗米养个恩人，一锅米养个仇人。哦，你说你还是这话真讲，今天你们俩是好朋友，或者他是你儿子，或者他是你的朋友，你对他一锅米一碗米就好了，就是普通好就好了。你不要对他太好，对他太好以后，他哪天就恨你背叛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天你忽略掉他，只是暂时忽略而已，或者是你对他的感谢的是表示的方法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，他就开始恨你。所以真正的那么害你的一定是你，对你一定是你对他最好的人。最好好到后来呢，有没有末之胜呢？通常有末之胜，在最后的时候看到。所以你说你很伤心很难过跑到这边来，我就跟你讲，害你的一定是你对他最好的，你什么好的都给他，就他才来害得到你啊。所以要死于本，刚开始都到警戒，不要给人家一锅饭吃。好，比如说我有个司机啊，给他2万块就好了。那人三，我们一年三大节，过年啊、中秋啊、端午节、啊，给他带点礼回去就好了。那家里面如果有急事，我们救济他。好，我是这样子带人的，结果他给你带，你没事加他2000、3000，加到后来加到3万，他就背叛你了。为什么？他认为他值35000。他今天会这样子，都是你搞出来的，懂不懂？好，所以在末之胜的时候，所有天下之害都是在末之胜。所以你要去检讨你自己，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，然后害他变成小人来害你，懂不懂？为什么？你当时你一般人只看到表面上我被害了，就没有想到你始作俑者是你，懂不懂？为什么？谁叫你对他太好？好，所以记得啊，一碗米养个恩人啊，一锅米养个仇人，好，就是讲三折损，三折损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好。那现在的很多那个外籍劳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又要停发外籍劳工大赏，外籍劳工一个费用1300、13000块，13000块要请一个外，他24小时给你干，一个礼拜7天，好了，那本省的劳工就没地方去了，就去抗议说不能申请了。那你去做了，你一个月26000，还要下班，还要上下班，还有礼拜六、礼拜天休假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请你干嘛？我来，你到我家来做老大，我还花了26000给你。然后不平衡了，你不能用外籍劳工敲我们的工人，你视为抗议不能进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台湾百姓养太过了，懂不懂我意思？那这次切岛湖事件也是啊，你每次到大陆上那边去做凯子，每次跟他们钱，我是台湾来的，很有钱的，日久了他就开始这种事啊，妒忌了，害之有起在里面。每次去那边，台湾人表现很有钱，一定要去欺负大陆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有钱，别人好了，造成大陆的台湾大陆的风气都是这样。笑贫不笑娼，这都是祸乱的源头嘛。所以求损啊，求，这都是求损，知道吗？所以圣人上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，饮食的时候就戒了，不要等到酒池肉林的时候再去戒，懂不懂？你给你儿子太好了，等到他哪天要酒池肉林才能满足，你给他一碗卤肉饭他不吃了，我告诉你啊。然后你硬给他吃卤肉饭，他就开始恨你，开始对付你，开始火折葵哦，他会是吧？然后你要向我求救了，好，这就很麻烦。所以诸位对人适可而止就好了。好，一对手下占卜，第一个两个人对手，两个人在那边喝酒。好，第一个是，当然他上，你看他前面的欢迎也，谁不会？这个谁不会翻译啊？对不对？这个读图很简单，欢迎也嘛，哪那么简单啊？二人啊，夹了一个木头木桌，二人夹木啊，代表你看一个人两个人中间一个木头，是不是来啊？是不是来也？有没有看到？来也，好，代表说来也，好，事情会来，然后呢，九尊打了这样，九尊呢，
不可破，不可以破裂。好，为乐极呢，生悲。好，乐极生悲的想。第二个，酒瓶倒在岸上面，有没有？酒瓶倒在岸上，代表目前无指望。哦，这个目前真是太好了，好用的太奥妙了。目前无指望也，不代表以后无指望哈。目前无指望也，球在地上，好，球在地上代表所求嘛，求不成，丢在地上了，不能成了。第四个，文书二册有再告，空左边上面有文书有再告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再告就是再一次去求，好，方吉，第二次求成，好。当后面时间比较短暂，剩下一两分钟，我们举个例。好，有一次我们一个学生呢，到美国去办美国签证，结果一去的时候，他人出门，我在后面补个卦，哎呀，三折损，目前无指望，所求不成。哎，他出门去签，我在哎补以决疑哈，你不要让他在出门前就补，他出门前补完他就去就没心情了，相就没有出现了，懂不懂我意思？你让他走了以后，他去签了，这一补三折，我说他不成，哎，回来没过，我说他没过，他很难过，是没有关系，再去，再次就必一定会成。好了，隔了15天再去，一签就过了，同样的资料，同样的东西，一签就拿2-5年的，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啊，只是因为三折损，叫我们要第二次去，所以目前事不成，真的有道理，好。当然，这个是目前是不是还不是说，因为这个事情本来我们就好，就有这个解释在里面。阳宅部分呢，三女居三，三子啊，居三女的位置，老三三儿子居了三儿子的三女儿的位置上。第一个婚事，好，第一次不成。缔了婚以后解除婚约，好，解除婚约，然后延一年，延了一年以后，当成，好，那是不是同一人的不一定？哦，那如果当官，你的儿子是当官的，好，官运不成，官运不通，不好。第三个，姓呢？你的儿子呢？你发现一天到晚喜欢求乐，好 ，KTV 啊 ，MTV 或地下酒地下舞厅啊，好，不求性求乐，啊，不求进，不想求进步，那一定要虚受两次啊，再告两次的灾，啊，方物，这都要读图读下来的哈。第四个。这个财路哈，财出多，哦，不过入财，这个儿子呢，在外面钱赚的多，薪水领的再多，他一个月赚5万块，要花掉7万块，2万块是财是从家里拿，懂不懂？三折损，啊，无所事，啊，这个损卦。